因此單嘅葉問出咗街之後咧，好多人都想學詠春嘅，周圍都見到詠春拳嘅表演啦。咁啊，連空姐姐姐咧都話要學詠春拳嘅。咁其實甄子丹拍嘅葉問咁成功咧，係好神奇嘅，因為佢只不過係學過詠春六至八個月嘅啫，即係跟真正葉問嘅仔葉俊學。所以其實佢咁短時間可以練到咁好嘅詠春咧，係好神奇，果然係宇宙最強。咁其實唔止淨係葉問嘅電影啦，我發覺甄子丹其他電影都係佢扮咩門派嘅功夫都係好似嘅，佢扮乜似乜嘅。打乜嘢功夫出嚟都好好嘅，唔理咩門派。咁其實點解咧？咁美國嘅武術雜誌曾經訪問過甄子丹，咁佢話其實佢好細個就開始練武啦，所以個武學嘅底子好高，反應好好，好快、好猛同埋夠準。咁我覺得如果想學詠春派功夫嘅朋友，或者學任何其他功夫都好，呢一點係應該係要記住，其實係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嘅底子練得好，你嘅反應夠好、夠快、夠猛。咁其實你學咩功夫都好犀利，但係如果你底子唔好嘅話，即係又慢，反應又唔好，咁速度又唔夠，準成力又唔夠高嘅話，咁你學咩功夫都係冇用。所以其實乜嘢門派功夫係唔重要，最緊要咧就係個底子夠好。咁我覺得甄子丹係好好嘅證明啦。你睇佢學，即係打啲詠春出嚟，頭先都講過，仲好過好多出嚟教嘅師傅。係啊，即係例如呢個師傅咁。就一個很好的例子，打啲詠春出嚟，其實都練過廿幾年，但係睇落去仲好似爛仔膠咁。另外一個原因，我覺得甄子丹嘅葉問電影同其他葉問電影比係好啲咧，就因為佢用嘅招式係正宗詠春，唔同其他葉問嘅詠春電影比，根本打出嚟嘅招式都唔係詠春。除咗對葉問宗師有少少侮辱性之外咧，拍出嚟嘅效果唔係咁好嘅，其實。你睇電影嗰時候打出嚟嘅招式咧，係一下一下咁嘅節奏嘅，一下一下咁一下嘅。例如你問下個 first second OK， 接落即係，所以你係睇到我係等緊佢反應嘅，打出嚟係好慢嘅，一下一下一下。但係真用嗰陣時唔可以咁樣嘅，因為太慢啦。詠春係唔會追住人個手嚟打嘅，係會追住人嘅直線。所以是快很多 ，for example， 出現嘅已經是入了，就算佢擋我咧，我都不會等佢隻手掂到我，跟住再去等佢隻手，跟住再去，不會咁慢嘅。其實本來佢一入嗰陣時咧，唔會等敵人隻手啊，掂起住把就去嘅咁啫。咁如果你拍落嚟，但係咁樣拍戲就唔好睇嘅。真正嗰陣時，詠春係兩個三角形。插住敵人嘅中線。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喺葉問二嗰陣時咧，我睇咗 first second time， 就甄子丹飾演葉問宗師咧，遇到一個好大隻嘅西洋拳手咧，個拳唔夠重，打擊佢佢都唔暈低嘅。結果最後一幕咧，就要用洪家拳嘅學嘴打一個暈啫，即係打一個要害佢先暈低。其實喺詠春派嚟講，咁樣係好唔合理嘅。因為詠春本身已經有攻擊敵人隻眼或者喉嚨，即係其他要害嘅招式嘅。For example， 我分享好深。譬如俾個例子你 ，right？ 咁佢攻擊我，已經係可以攻擊佢嘅。睇落去好似企喺度俾我打咁，其實佢係打我嘅。OK， 已經係入嘅，或者感覺到零已經係入。就算佢擋到呢隻手 ，say you stop 啲聲，咁我打慢啲，呢隻手都可以去。慢動作嚟講 ，I'll go slow， 依度已經標嘅。就算擋呢隻手 ，say you， 依度我都可以劈喉嚨嘅。所以詠春其實已經本身已經有好多即係攻擊敵人要害嘅招式嘅。但就算講唔好話嗰啲咁嘅招式，淨係講直中拳，即係連環拳嚟講。咁好多人都係只識詠春，話詠春夠快，但係唔夠慢，因為用嘅招式個距離太短啦。所謂南方嘅短拳，
皮石布衫。咁好多美國嘅門派都偷學永春嘅靈魂。咁佢就話夠快唔夠猛，原因就因為佢學得錯，偷學嗰時候，淨係用隻手咁打。咁嘅拳，如果遇到西人咁大隻，根本打係唔死嘅。但係正宗嘅永春其實唔係咁樣打，係錯，係用整體力，成身咁樣馬步咁去。其實咁樣已經，我咁細粒，佢都會飛開。永春最出名嘅以柔制剛，但係永春以柔制剛嘅方法係唔會好似細佬咁千斤咁嘅，即係唔會用好大嘅圓圈，或者好細嘅圓圈，揾個動作嚟射走人哋嘅力，唔係咁樣。佢以柔制剛嘅方法好光陽，係利用三角形咁插入去，係利用三角形咁射走人啲力，用唔同嘅角度。所以其實永春係好直接嘅。咁你一個咁直接嘅拳術，如果練得好咧，可以幫助一個人嘅信心。等佢唔會有閃避，可以直接咁面對自己嘅問題。所以權利同埋即係即係做人嘅信心係好有關聯。喺呢個電影裏邊咧，黃良係葉問武功低微一個徒弟，但其實喺真人裏邊咧，黃常良師傅咧係一個一等一嘅高手。以前喺香港比武七十幾次咧，係未輸過嘅。咁佢個花名以前叫做廣手王，咁佢亦都係李小龍嘅四師兄啦。咁喺真人裏邊咧，以前係佢負責教李小龍功夫嘅。通常飾演武術嘅人都係好勇鬥狠嘅，但係葉問個角色就啱相反，佢一個好有 class、好有武德嘅人。咁其實武德同埋搏擊好有關係嘅，因為當一個人夠冷靜嘅話，就算佢閉目嘅時候都可以反映到敵人嘅攻擊。呢就係咏春派最出名嘅訓練過程，就係閉目嘅操守。咏春真正嘅歷史，咁如果講咏春嘅歷史，即係葉問派嚟講啦，即係葉問咏春派嚟講，就係都好出名啦。即係曾經福建少林寺火燒少林寺嗰陣時，少林五祖其中之一五梅師太就逃走之後咧，就遇到個女仔叫做葉永春，咁就教葉永春永春，即係教佢拳術。跟住阿葉永春咧就自己有少少改咗之後咧，就個名就叫永春拳啦。但係其實呢個傳說咧係證明唔到嘅。咁唯一可以證明到歷史上真係可以證明到，其實係洪常永春。即係因為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永春派，其實葉問永春只不過係最出名係因為係香港嘅。其實如果你去佛山嗰度有好多唔同嘅永春派，連葉問自己都有自己嘅永春派。咁有紅花二永春啦，有古老村裏邊有古老永春啦，即係四十二點永春啦。咁如果講翻葉問嘅話，葉問係跟陳華信學永春，咁陳華信找錢話即係。就是跟梁振，即係好出名嘅永春王梁振學永春。梁振係跟兩個洪船師傅學永春嘅。咁而其他所有全部嘅永春派喺佛山裏邊，頭先講嗰啲，譬如葉環嗰啲啦、紅花二啦、彭蘭嗰啲啦，全部永春嘅祖先都可以喺洪船嗰度揾出嚟。所以如果我哋拋開傳説嘅話，淨係睇事實，根本最早嘅永春拳係喺洪船嗰度。所謂的紅船就是以前做粵劇的，即是做大戲的，就是戲班來的，就在一個船上面做一個紅船。那裡面那裡就是有很多永春的人，但也有很多不同其他門派，譬如太極、遊心八卦掌、形意拳、竹林螳螂拳，即是有很多不同南方和北方的拳手都在那裡。所以變成創永春的祖先在紅船那裡是吸得到很多不同門派的人。咁其實紅船嘅歷史咧，如果以紅船嘅書嚟講咧，就係、以前係即係紅花二或者紅花會嘅後人，即係反清復明。咁佢哋就話其實係少林有個高僧，即係反清復明嘅，咁歷史都講成到紅船，就教紅船班師傅、班幾班師傅一套拳，就叫永春。而永春唔係一個女仔嘅名，係同反清復明有啲關係，係以前少林寺裏邊有個堂叫永春。咁如果你睇洪船永春同埋葉問永春嘅人嚟咧，其實有好多個分別。但如果你睇最表面嘅話咧，你第一樣嘢會見到咧就係洪船永春嘅形象嗰個，即係打啲出嚟好明
有少少似泰國，係直接有呢個細菌活千金嘅例子。而葉問嘅書又直接好多，直好多，你用三個唔同嘅差別，所以係就算你睇佢套片，佢哋係葉問本身有四面頭啦、陳豪啦、標字啦、裝啦、邊個進化啦、發展到啦，咁同時都有啲咁嘅書，但係仲有多啲套詞。咁佢嘅套詞裏邊係長好多，同埋啲精神係。就算是黐手都好，佢唔單止淨係有即係好出名嘅好直嘅黐手啦，亦都有唔同嘅黐手係好有少少似八卦掌嘅黐手，同埋似太極嘅黐手，所以邊樣好啲就另講啦。但係而家講翻歷史嘅話嚟睇落去咧，其實葉問本身係你睇到係有改動。好啦，而家見到呢位咧就係 Suki， 佢係正宗紅船永春嘅傳人。咁頭先都講過啦，紅船永春係最早期、最正宗嘅永春拳。你見到我而家打嘅套路出嚟咧，同葉問嘅套子係唔同嘅。咁喺葉問門派嘅套子裏面有小念頭啦、沉橋啦、標子啦，同埋木洋裝嘅。你見到呢個紅船正宗永春打出嚟嘅套子咧，係長好多啦，同埋係好明顯係溝咗其他門派嘅拳術，例如太極啦、白眉啦、金龍門啦、螳螂啦、福建白鶴嘅。咁你見到佢打啲拳出嚟，所以見到佢發勁嘅方法係唔同，同埋佢用係有好多圓圈喺度嘅，唔似一般香港葉問永春咁，淨係利用個三角形好直接咁插落去。所以是很明显红船永春传到即是传落去梁振再传落去陈华颂跟着传到落叶问那里已经是改良了很多很多的了。那改良是不是一个好事就另外讲啦，但是现在我们只是给你见到的是最正宗的永春，等你可以做个比较。紅船永春傳到今時今日咧，都有好多師傅仲係教緊啊。例如英國咧，早幾年有個師傅叫做梁國強，係喺紅船戲班大，但係已經早幾年過咗身啦，好可惜。咁另外一個一代宗師嘅教紅船永春咧，已經急紅洗手啦，但係仲在生喺美國時喺嗰度，佢叫楊九福。咁楊九福咧好細個，好似喺五歲已經喺紅船戲班度大嘅。除咗學紅船永春之外咧，楊老師咧仲學過160種唔同嘅中國功夫，洞拳、華拳、蔡李佛、永春、太極、八卦、形意，乜都俾佢學曬。其實除咗功夫之外，內功佢都識，係教呢個天山氣功嘅。咁佢臨老嗰陣時就咁多種唔同嘅拳溝埋一齊，就叫做楊拳。咁而家喺美國，佢都有個徒弟係西人嚟嘅，都係教楊拳嘅，佢叫 Steve Smith， 就係、是。即係紅船永春嘅一代，其實歷史好重要嘅，即係永春嘅歷史好重要嘅，因為佢可以教到一樣好重要嘅權利，就係、是、如果你睇紅船永春，即係最早嘅永春啦，同埋你睇到傳到落梁振嗰陣時咧，個永春已經係改良咗、簡化咗同唔同咗嘅，因為傳説話梁振70多歲嗰陣時翻鄉下退休，去古老村佛山嗰度咧，就知道自己時間唔係咁多去教徒弟，所以就將永春更加簡化咗。只是教散手，就為42點永春，即是古老永春。但是梁振後生嗰時收個徒弟陳華松，再陳華松教俾葉問嗰時咧，個永春又唔同。咁換句話講，陳華松同葉問都有改良過同埋簡化過永春。如果唔係，點會同師傅嗰啲永春咁唔同咧？所以葉問嘅永春、梁振嘅永春同埋洪船嘅永春係唔同。咁到葉問教俾李小龍，李小龍。一個練武奇才啦，亦都自己簡化咗同改良過永春。咁而李小龍收咗個徒弟，第一個徒弟叫 Jesse Wolf， 佢都係一個練武奇才，而佢都係改良過李小龍教佢嘅。所以你見到其實由紅船知道梁振，知道葉問，知道黃崇良，知道李小龍，知道 Jesse Wolf， 啲永春全部都係簡化過同埋即係改過。所以永春係注重權力，但係唔注重招式。
所以啲人係咁拗乜嘢啱唔啱咏春，其實係咪成個 point？咁究竟你簡化同改良咏春係咩嘅好事咧？咁我自己嘅意見覺得，對改嗰個人係一件好事，因為佢適合自己嘅身體同埋適合自己嘅性格嚟改良嘅時候，可以發揮自己嘅潛質。但係對後代係咪一件好事就見仁見智，因為你咁叻，但係你徒弟未必係咁叻，佢亦都冇你嘅身體，亦都冇你嘅性格，大家 DNA 都唔同。咁變咗，其實我覺得成套教出嚟或者會好啲。咁而家睇到佢係紅船嘅黐手，同一般嘅黐手係唔同嘅。你見到係同八卦掌同埋二拳嘅推手好相似，係好圓同埋好圓嘅。咁好多人都知道葉問最出名嘅徒弟係李小龍啦，但係其實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係其實李小龍十八歲去到美國嗰陣時咧，係跟個楊九福師傅學功夫啊。咁頭先都講過，楊師傅學過160種唔同中國功夫啦，所以呢件事係俾到李小龍一個機會，吸收到好多唔同門派嘅精華。咁當然李小龍就係一個練武奇才啦，所以其實佢未創截拳道之前咧，已經是改裝過和簡化過咏春拳的，但他的咏春差不多可以位置翻轉來打的，因為不是以柔制剛，他是極剛制柔，以快打慢。那那時很多美國的師傅都要洗個服字，所以其實很後生的時候已經為我們中國人爭光了。其實香港很多觀眾對李小龍的截拳道都有很大的誤解的，是以為是雙截棍起飛腳。但是 就算甄子丹是李小龍的 fans， 拍陳真扮李小龍的時候都是用的招式都是起飛腳和雙截棍很花巧。但在現實世界裏面，其實李小龍的截拳道不是這樣的，是跟拍戲不同，是很實用很直接，出手很快很快，而且很簡單，即是可以真真正正搏擊和智慧嗰時是可以用到的。很多人都知道李小龍是來自咏春派，李小龍也都自創一套拳套。很多人都問究竟截拳道和咏春對大家分別是什麼，其實這個 topic 是需要一本書才解釋到的。但今天我們只是講一些最基本的權利。咏春面對敵人的時候最出名的就是用連消大打，而這個秘訣是很 effective 的，因為當一個人打你的時候，他根本不會想到保護自己，比如說一個 re hit， 他一打我 re hit， 你是 bang， 你擋和打連消大打一起去，換句話說你是等著你的敵人來跟著接他。所以永春有一句話叫做外流去送，甩手直衝，來者不拒，去者不留，是要等的敵人，是需要好好隻眼的反應。截拳道就不同的，畫面截拳道是截住敵人的，手未動，氣先動，氣未動，意先動，你是截住他的意，截住他的心，敵不動我不動，敵就動我先動，所以不會再等人來的，是不是？ Hit me， 你感覺到有些意來你就去了。我們怕用拳又好用腳又好，很多人在這裡爭或者在這裡問究竟是截拳道好一點還是葉問教出來的咏春好一點。其實我覺得爭是無謂的，因為剛才都說了，咏春在香港來說是很注重等的敵人，是來流去送，甩手直衝，連消大打。那如果你要不是只是講道理，真的可以做到出來的話，那你要刻苦耐勞地練出來，但是練到也好，它根本是靠隻眼或者聽勁是很快，你要反應到。如果你遇到一個敵人出手很快的話，你可以接到你的手連消大打，不是一件容易。周街都有人學咏春，但學得很未必有那麼多，即是出街用不到的意思。那變成你要反應很快，但是截拳道就不用等人來，你一感覺到個意就去，所以它的爆炸力是很強。咁你拗邊用好啲，咁睇你自己生出嚟先天嘅身體適合學乜嘢，或者你反應好快，但係喐得好慢，咁樣望咏春咯。或
或者你喐得好快，但你反應未必係咁理想嘅話，咁咪接近到啦。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個爆炸力好似李宗咁犀利嘅，即係好少。即係美國都好多人可以接近到啦，但係可以好似李宗咁出拳出腳，咁咪真係唔係好多個。所以其實權力最緊要嘅時候，我哋就係要做自己，要了解自己。但係呢樣嘢係。拳術不是那麼喜歡告訴自己，就是覺得 我是這樣，你一定要跟我這樣做，如果不是你就犧牲你做。但是詠春就不同，因為詠春的歷史已經是每一代已經是改了，每一代已經在簡化了，所以是有種自由在這裡。這個是詠春的傳統，如果你看詠春的歷史，我覺得很好。